旧的旋律装满了回忆，伴着我在每一个没有你的夜里，落在时光里的你是否和我一样会叹息？如果多年以后那曾笑谈着的结果，谁曾想过败给了生活，至少我曾义无反顾勇敢过，就算会落寞，就算错过，一样值得。多年以后，你依然还在我身后，拥抱着我，路过窗外的烟火，挥挥手，在即将到达的路口，这如果也是一种结果。能问一下，我能知道我自己是怎么输的吗？你连怎么输的都不知道，你怎么看能赢呢？啊，对了，你帮我谢谢你太太，我的女儿非常喜欢她做的手工作品。好的。真哥，什么事儿那么开心？没有，不是，我是听到公司最近有留言，说要调你去国外，真假的呀？啊，事儿还没最后定呢。哥，你放心，你走了以后，我一定好好照顾曼曼。我说你乐什么呢？我也会经常去看嫂子和阿姨的，您放心。请进。用专业的知识化解你内心的创伤。你好，我是甄大夫，有什么可以帮到你？甄大夫，是我，杨成。我一直在等你。哎，这个点儿还没下班吧？为了病患身体健康，医者仁心，时刻不忘。十几年前刚上班的时候，老板还叫我们工程师，现在只能降格叫码农。所有大公司都一样，喜欢把有创造性的事情标准化，每个人负责一块儿，还给你备份着，随时都可以把你替换掉，一点安全感。不像你们医生越老越值钱，我们程序员啊吃的是青春饭，越老越不值钱。我也帮公司招过人，啊，都一样，都喜欢招年轻、便宜、能加班的。我现在36岁，在我这个年纪啊，是应该往上再冲一冲，好好规划一下。但是你越往上走，你就发现岗位越少，一步上不去。你这辈子都没机会了。可是我真的不想再继续敲代码了。我也想过，
想要跳槽，但是结婚了，房贷来了，安逸的舒适圈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勇气跳出去的。我觉得啊，公司就是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，你也不能怪他凉薄，他本来就是这样的。要怪啊，只能怪自己太傻。我也曾经相信奋斗是光荣的，盯着贡献值就跟盯着高考成绩一样，年度大会上要是得个奖就觉得是自己的人生巅峰了。可是这些有什么用啊？哎呀，毛用都没有，产品一召回需要背锅的，背锅侠就是我这样的傻子。职业给你的压力大还是家庭给你的压力大？你害怕的到底是失业还是失业之后在家人面前抬不起头？其实啊，我没什么问题，就是想找个人吐吐槽。我以后可能也不会再来了，因为我过几天就要去你家来了。等我到那边啊，忙着给你寄点纪念品。你要出国？真的假的？真的。说好听点叫外派，这不就是流放吗？但是你要是往好处想，哎呀，他还能给家里多拿点补助，挺好的。我是家里唯一的男人，我什么事得戳着，不能倒下。那也不一定呀，哪里摔倒哪里躺下。躺下？嗯，醒来又是一条好汉。今天怎么这么好啊？来接我。反正我也没事儿，父亲在家。嗯，你怎么了？有心事儿？嗯，那个，我们大老板已经确定了要把我调到你家来开荒了。哪儿？你家来。不是，那这是为什么呀？产品召回不是对人负责任吗？谁让我脑袋大呢？那几天不在，这口锅正是让我顶上了。这等于还没过堂呢就判刑了。呈堂证供，律师身边，一概全免。嗯。哎，李先生。出去啊，沈阳。啊。现在带你看房去。啊，我来帮你。啊，谢谢啊，这个车有点沉，不好意思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好，来上车吧。我们坐这个去啊。啊，对对对，在拐角那边坐这个就行了。好，坐好了。行，准备走了吧。你手干嘛呢？你干嘛呢？你下来，我让你从我女朋友身上下来。哎哎哎，你干嘛呀？这是我客户。什么客户啊？他吃你豆腐。我要投诉。你去啊，你个臭流氓，我还报警呢。我你等着，你等着啊，我会家买房的，我不在你家买房的。别走啊，李先生。等着。你有病啊。他刚刚真的在吃你豆腐，你没感觉吗？那坐车不得扶一下的吗？有那么扶的吗？你为什么要自己骗自己啊？我必须要忍，我没有底薪，没开张就等于没有钱，你懂吗？曼曼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，你以前不是这样子的。哎，你忘了当初咱们是怎么去把那个咸猪手的 HR 给治了的？现在可好，咸猪手都快伸到你衣服里去了，你居然无动于衷。刘星川，你有钱吗？我有啊，你要多少？有钱就买房呗，三居室，两居室也行。买不起啊？那买个开间呗。你连买个开间的钱都没有，就不要在这里叫嚣了，好不好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以后不要再假扮我男朋友了。
妈妈，妈妈，哎，需要有个人保护你。我已经没有爸爸妈妈了，没人保护我。现在哥哥嫂子让我住在家里面，大妈也不收我房租，我已经很感恩很知足了。可是我天天在家里面耍贱卖萌，总不能出来也是这样吧？总不可能一辈子都是这样吧？麻烦让一下，我要去追客户了。让开。我再给你买几件衬衫吧，不知道新衬衫有点少。别乱花钱了，到时你可以给我买一顶草帽，买一双凉鞋，哎，最好再弄个蒲扇，我到时候赶蚊子用。你可想好了，倪家来呀，这古时候发配流放，顶多也就去个玉门关呀、宁古塔的，还嫌远呢。又不是我想去。那这要去多长时间啊？三年五载，谁知道呢？三年五载，那我不成高龄产妇了？老婆，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吧？我干嘛去啊？我总经理干得好好的，工资拿得好好的。我去，你根本就不爱我，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了。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哎呀，你过来，你别那么幽怨好不好呀？我非得跟你去发配流放，我才是爱你啊。我们大老板都说了，不去就得辞职。那辞职就辞职呗。辞职吃什么呀？工作不会再找啊。你老公我今年36岁了，你随便找一个 HR 去可以问一问，哪个公司会要一个36岁的程序员？你不是程序员，你是技术大拿，你又懂架构，又懂项目管理，你说你多厉害呀？是不是？你就是在舒适圈待久了，你不愿意冒险。我这么厉害？嗯。倪佳来。沈明宝，你可千万不能头脑发热就跟着去了，这年头可不流行什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。我这才结婚多久啊，就要独守空房了，感觉前途渺茫啊。怕什么？干什么咒我呀你？难道我还祝福你啊？祝福你在倪家来开花结果。我跟你讲，公司要股改上新三板，到时候拆分业务，一个是广告公司，一个是媒介公司，有很多业务是需要拓展的。你要是走了，就是对我赤裸裸的背叛。我这女儿啊，被我给惯坏了，结婚闹分居都瞒着我。薛董，血浓于水啊，都会过去的。再说了，我觉得可心挺有商业天赋的呀，真的。我给他介绍了几个客户，都拿住了。什么商业天赋啊，就连开小卖部的算账都比他算得清楚。您对他也太苛刻了。薛总，有个文件需要您签字。你好，请问您找哪位？薛董。薛董，请问您有预约吗？见他，我不用预约。赵小姐，哦，请进，请进。这不是苛不苛刻的问题。Hello， 谢叔叔，好久没见。宋文，你怎么来了？好久没见您了，越来越年轻啊。是不是爱情滋润的呀？爱情的折磨。哎，宋文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新招的董事长助理，叫钟启明，
启明，他叫赵颂文，我跟他爸爸是世交。这孩子要不是留恋华尔街，估计现在董事长助理的位置啊，轮不到你。你们俩以前认识？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是校友。啊，好久不见，师妹。好久没见，师哥。来者不善。老薛知道你俩的关系吗？铺垫了，说是校友，我师妹。你俩真分干净了？都四五年没联系了，还想怎么样？我告诉你啊，一定给我保持好距离。保不保持的重要吗？人家现在资源多好啊，要啥有啥，顺风顺水的。听你的意思，还没放下呀，酸溜溜的。放心吧，有分寸。行，进去吧，别出来太久。喂，你好，这里是一个小时能挣一千的平台，对吗？只要用您的身份证信息注册手机 APP、手游试玩、QQ 投票等业务，月入百万不是梦。有什么风险吗？高风险高回报，您要是有兴趣的话，还有别的业务推荐给您。澳门赌场在线发牌，万人在线火线 PK。 什么玩意儿啊？哎，老薛，啊，咱们再喝一杯呗。来来来来，今天薛董可是拿了瓶好酒。一起一起一起。我薛桂祥这辈子啊，最准的就是我的这个投资的眼光，投什么赚什么，做什么成什么。哪怕你今天在地底下埋二两黄金，一个月以后你去看，一定能收获一斤黄金。是是是，来，我们一起敬薛董一杯，来来来，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，来，老薛是厉害呀，来来来来，投资这个东西啊，其实不难，说简单也简单。投资，你们知道主要是投什么吗？投资是投人，像宋文这样的人才，他做什么我都支持他。那我先谢谢薛叔叔了，我这次回国呀是看准互联网金融。确实是个风口。互联网金融会不会太热了呀？做什么行业要做的话得趁早，如果说等臭大街了才杀进去的话，到时候就剩下残羹剩菜了。薛叔叔，我倒不这么认为。并不是第一只螃蟹才值得一吃，前面有多人的经验可以去借鉴，或成功或失败，不用自己一一试错，不是挺好的吗？我倒是觉得，不管是蓝海还是红海，如果真的有竞争实力，总是能杀出一条血路的。是啊，还不敬薛叔叔一杯啊？对，来，薛叔叔，哎，我敬您，谢谢，谢谢您。老薛啊，咱们这代人的经验啊不灵光了，他们是伴随着这个互联网成长起来的，有他们自己的本能。宋文确实是有大将之风。这样，宋文，改天呢到我公司来一趟，把你的投资计划拿给我看看，到时候我们再详谈啊。不过呢，她毕竟是个女孩子，早晚得结婚了。是是是是。宋安，你有男朋友吗？不急不急啊，这个结婚呢还是得慎重。这个晚点结啊，总比看不清乱嫁人要强啊。
我们一起来敬薛董一杯吧。对对对对对，来来来，老薛，你们喝吧，我上趟洗手间。那赵总来，咱们喝，我敬您，我是晚辈。这，来，也恭喜小赵总，这是生我气了。你做的这话也确实是有点……哎，都是老朋友，不敬意。来来吧，喝。蛋白粉、增肌粉要不要了解一下？那个蛋白粉、增肌粉了解一下。那个我们公司的金牌增肌粉和蛋白粉啊，原价699，现在只要488。哎，蛋白粉要不要了解一下？不要不要不要！对，健身很有用的。真的，哎，大哥，蛋白粉、增肌粉了解一下。小伙子，你身材这么好，怎么没当教练呢？我以前当过，现在没怎么练了。那就搞网上直播卖货嘛，这现在做生意全都是互联网，傻子才搞线下的，挣不了几个钱。你啥时候辞职啊？我为什么要辞职啊？我辞职跟你去洗衣服做饭呢？咱俩是夫妻，洗衣服做饭那不是应尽的义务吗？我洗衣服做饭，你给我发工资吗？为什么付你工资啊？咱们家有房贷要还，对吧？咱们还得准备孩子的教育基金，还有曼曼的嫁妆，两边老人的养老金。这些钱我会挣回来的，你就不用操心了。反正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从前有个傻子，他养了一匹千里马，可是他拿它拉磨时，有一天有一个相马的伯乐专门找到他，花重金跟他买这匹马，可这个傻子呢打死不卖。他说这哪儿是马呀，这是一头驴呀，因为我是从驴肉火烧店给他买回来的，就算他是一匹马，他也得在我家拉磨拉到死的。我消化一下啊，消化一下啊。哦，我觉得人说挺对的呀，那你就给我拉一辈子磨嘛，省得你误入歧途了。喂，薛董，我想好了，那三板上市，我要干股。你不惜打断我的海鲜大餐，就为了说这个？对。行行行，我答应你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谁让你是我的真爱呢？好了吧，再见。哎，你跟赵颂文是什么关系啊？怎么了？没怎么。就是感觉你们俩认识不是一天两天了吧？前女友。难怪。为什么分手啊？太强势，不适合我。哎，也是。没有男的喜欢太强势的女人。也不一定，那得看他是不是足够主动。谢谢啊。可心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给我机会，其实就是不给自己机会。那我想知道，你钟启明又是看上我哪一点了，这么催着我离婚？你心里没答案吗？我明白了，只有我离了婚，你才能够得上我这样的吧？毕竟我是我爸的独生女，而我爸又是几家上市公司的实际掌控人。你是不是一直盼着我离婚呢？等着我没人要，你等着捡漏呢？
不好意思啊，我是个人，不是物件，是非卖品。你呀，只是还没明白这个道理罢了。我结婚只有一个前提，就是相爱。像你这种物化女性的人，不要说爱了，我打心眼里反感。可心，那你又凭什么呢？不就是凭你是薛桂祥的女儿吗？总有一天，你们都会知道，我薛可心就是我自己。直播。农讯，我听铃铃，叮铃铃，这个时候别先铃，千万别先铃，别先铃，别先铃。干嘛呢？撅着个屁股？我没干嘛，上厕所呢。你干什么？不敲门就进来了呀？不是老夫老妻，敲什么门啊？老夫老妻也是有隐私的，好吧？距离产生美。距离产生美，你妈电话接不接？哎呀，追追，这厕所没上完呢。上什么厕？喂，妈，两条杠中队长，什么？什么中队长？我大姨妈晚了，然后这个试纸上面两条杠。哎，那你有妊娠反应吗？我最近老觉得有点犯困，然后鼻子灵得跟狗一样，闻什么都恶心。不会是炸糊吧？我倒希望是炸糊。哎呀。你明天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吧，好吗？这次你可得小心了。你也不是小孩子了，之前又流过产，尤其是跟你们家这神枪手说，不能做的事情千万不要做。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？我们家这神枪手啊，马上要被派到国外去了，我和宝宝都会很安全的。你现在还上班呢吗？上着呢。哦，知道你们白领啊工作压力大，适当的加班是可以的，切记不能熬夜，一定要多休息啊。不用辞职啊？你见红了吗？有没有腹痛？没有。啊，那倒不至于辞职。小心些也是应该的。主要平时啊，营养得跟上了。多注意休息，在家呢，你仔细的观察一点，要是有什么不舒服的，就及时到医院来找我。好，谢谢大夫。嗯。回来了。啊。怎么了？这是又让人给非礼了？哎，别胡说，工作上的事，郁闷的。怎么了？小妖精费了好大的功夫，陪客户看了几十套房子，好不容易谈成的生意，被他们主管领导私自降了一个服务点，把生意给撬了，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不敲单了是吧？哎呀，别难过了。这种事情呢，在职场上是很常见的啊。就是，谁让人家是领导呢？我已经跟他们同流合污了，一个礼拜我扮演了四回买家，我完全按照他们的规则在玩，可是结果呢，还是不行。我老板都说了，像我这样坏过规矩的人，全行业封杀。哎呀，你成熟点儿，生活中这种事儿太多了，慢慢就适应了。我最烦的就是你们这种人，用成熟的名义妥协，用正常的名义面对所有的不公平不公正。哥，你们公司对你不公平，欺负你是个软柿子，把你送到国外去，你觉得这很正常？啊？好，可以，这是你的选择。可是在我看来，面对所有的不公平都觉得正常的人才是坏人的帮凶。能在这儿
你们全都是坏人的帮凶，总有一天你们会后悔的。辞职吧，我觉得曼曼说的对，以成年人的方式妥协，他就是认怂。哎呀，我已经过了对天对地的年纪了。行吧，随你便。曼曼她不懂事儿，等她到我这个年纪，她就知道妥协是退一步海阔天空。去杨浦一下，你去安抚一下。啊，我去安抚一下去。走啊，咱俩去安抚一下。Mike， 等着，一会儿看好戏吧。老板，我帮你把这些都没收了。啊，我一直告诫他们，不要干这种事。要冷静，要通过平。企业要发展，个人也要发展。你可以辞职，但你去建厂可以闹，你可以上用人单位的黑名单。你从业十几年，你不希望把自己的一线的奋斗全都白费了。今天这个状况完全可以把你开除，就算今天没有这么一出，年底的考评你也会再被淘汰最后的那个梯队。这样考量下来，决定将来是你最好的选择。当然选择权还是在你自己。既然你上有老下有小，你就更输不起。你不要被某些人怂恿，当来僵尸。我希望你好自为之。杨真，你知道这个健全的公司制度化做得越好，越是没有谁是不可或缺的。我知道。那你知道每年都有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，公司并不是非常好。我明白。你明白你还要闹？因为我最讨厌的就是你们这种人了。用成熟的民意妥协，用正常的民意面对所有的不公平不公正。人总是不能以成熟的民意去妥协，总是对不公平的现象视而不见。你觉得哪里不公平？首先，产品召回责任不在我；其次，去倪家来的发展策略无可厚非。但是人力安排欠妥，人力资源是不可替换的。这些不是你说的算的，当然不是我们这些人说的算的，都是你们这些做老板椅子的人说的算的。其实我对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一直都不太认同，个个争上游，总有人被落下吧？落下的人怎么办？不是被淘汰，就是被你们发配去国外。你知道为什么今天大家都不接受去倪家来这个结果吗？因为在某种意义上，只要他们去了，他们就被扣上了一个失败者的帽子。如果不成功就是失败的话，那这世上失败的人就太多了。成功的翻译词就是失败。你说的对，那就让我来做这个失败者吧。你要好好考虑一下，你会上黑名单了。随便。你不是上有老下有小吗？我大不了让我老婆养我，我老婆挺能干的。
现在都不知道敲门啊？这是品牌重塑的计划和种草拔草的策略，你看一下。还有，明天下午把时间留出来，我约了个场景营销专家，咱们也去看看什么叫做 LBS， 场景交互系统。哎，技术方面我可是白痴啊。沈总，你现在还有24小时可以补课。关门。Yes, madam。都在这儿啊，我呢就宣布一件事情。嗯，哎，这么巧，我今天也想宣布一件事情。那你先说。女士优先。我先说。哎，那你那事儿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？这就得看你从哪个方向来看了。我这个也得看是从哪个方向看了。就行了吧，你们俩来来回回打什么哑谜啊？有什么话就直接说，赶紧的。你先说嘛。啊，那我先说。我。好吧，我来替他说。她怀孕了啊？啊，真的。姑姑了啊！哎呀，太好了，明宝，我这次可一定要好好保胎啊！你是有过这个流产经历的，什么都别说了，从现在开始头3个月你在家里躺着给我过。哎呀，没那么夸张，医生说了没有关系的。什么叫没关系啊？是医生的肚子还是你的肚子啊？出了事情谁负责？我跟你讲啊，保胎药必须天天吃。想当初。你就是我打了1个多月保胎针保下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又老姜啊！那你呢？啊，你呢？哎呦，瞧这傻小子要当爸爸，傻子呢！赶紧说吧。我要失业了。啊？大哥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能不能开快点啊？哎呀，够快了！你是孕妇，这玩意开车不要命啊？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接下光，接下光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有孕妇，有孕妇啊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空间狭小，空间稀薄，咱们限人数，咱就女士优先吧啊！哎，1、2、3，哎，你上吧，快快快！哎，女士优先，女士优先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好，可以了啊，你们等下一把啊。
望着高楼林立，我们像不像蚂蚁？躲着生活，踏着风雪飘零，悠晃在岁月的潮汐。我们跑丢了自己，我们跑散了爱情，多少美梦成了说说而已，还好又能取暖的回忆。我们活蹦乱跳在那里，却又浮浮沉沉的飘荡在那里，一起。